感谢主带领我们大家能够很顺利在这里一起来遵守安息生日。早上小弟想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道理是圈内的圈外人，圈内的圈外人。我们首先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在这里主耶稣讲到，我们看第一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好，以下省略。我在这里要借用主耶稣所说的，他这里有谈到羊圈，羊圈，耶稣是进入这个羊圈的门，从他进去的是属于主的羊。可是在第一节下半节说，有些是不从门进去的，是从别的地方爬进去，偷偷跑进去的。这些人他是贼，就是强盗。好，这里谈到一个羊圈，羊圈，我今天的题目它上半段，圈内就是羊圈。那羊圈是指什么？被耶稣拣选的这一群人所集合的团体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我们通常会讲羊圈，我们都是属于主的羊。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里面，我们信徒通常会想，只要进入羊圈，属于真教会的一份子，那每个都很好。可是我按照耶稣讲的，有些人是偷偷跑进来的，已经在这个范围之内，有些在这个羊圈这个范围之内，他不是从耶稣进门，不是从耶稣的救恩领受救恩，谦卑的心，悔改的心，从这里进入的，他用别的方式别的方法跑进去。以立场来讲，他跑到这个圈内，他跟真信徒一样吗？不一样。耶稣给他赋予一个定义，这些人是盗贼，是强盗。所以我题目的下半节圈外人，就是这一类人。所以同样在这个羊圈里头，虽然看起来只要进入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属于主的羊，但是不尽然。我们要一直记得耶稣一直讲一句话，马太福音，看马太福音第七章，这一章我们在上个月有引到，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能够称主啊主啊的人，原则上是基督徒。如果不分他的内在的品质怎么样，他会称呼主啊主啊，应该是主的门徒，主的信徒。但是耶稣在这里用一个结论，这些人人生最终的结论终点，他不能进神的国。所以这成为我们一个很好的警惕，所以我今天讲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今天都在这个属灵的羊圈里头，我们不可以太过放心，那个说我已经进来了，经历千辛万苦慕道，体验很多过程，我们都进来了，能够进到这个羊圈里头当然是莫大的恩典。但是我们不可以太过放心，认为说好，那我没问题了。耶稣这一句话就是提醒我们，不是每个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可以进神的国，这是以人生的终结最后来提醒的。
如果我们今天所过的信徒的生活能够 会这样警醒，那我们可能会信仰生活会走得更好一点。好，这是我今天的一个基本的引言，也是结论。好，那我要引用马太福音十三章。好，我今天要讲的内容的重点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这是我们通常讲的稗子的比喻。稗子的比喻，这个稗子的比喻我们好像都懂。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这里耶稣讲的一口气总共讲的七个，然后再加一个，七加一。通常我们说七个比喻或者八个比喻，这里是第二个比喻，稗子。我最近重新反复来查考这一段，我觉得那我过去好像不大懂，那今天我稍微懂一点点，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马太十三章二十四节到三十节是耶稣讲这个比喻，讲完以后门徒在私底下问耶稣，所以从三十六节到四十三节耶稣在做解释，等于是两段。前面一段是说讲这个比喻的内容，第二段是说明解释，所以我们会根据这一段来说明。这是稗子的比喻。好，那我们看，先看三十六节，先看三十六节，这是耶稣的门徒听完以后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他们后来在要求耶稣再做解释。三十六节，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这是他的门徒跟耶稣要求把这个第二个这个比喻再说明，可是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就集中，集中请耶稣说明什么呢？田间稗子的比喻。当然我们如果说涵盖整个内容每个小细节都解释可以，但是后来耶稣解释的有一个焦点集中在稗子，所以在这个比喻他很多地方都可以很好的教训，到后面最后耶稣的解释的一个集中的焦点呢在稗子本身。所以我们可能依照耶稣解释的一个思考路线可能会慢慢进入，最终落实在稗子在哪里，稗子是什么，或者说稗子是谁，是我是你还是谁呢？让我们能够警惕一下。好，我们再回归这一个看二十四节，耶稣在讲的时候还没有解释，他开始在陈述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已经有些地方，有暗示。二十四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好，以下先省略，这里面所说的天国就是神的国了，神的国度。那神的国度如果以今天来讲，因为还没有完全实现，对我们信徒来讲就是教会。以后如果教会完全了，时间到，物质界通通被毁灭，我们提升进入神属灵的国度，那是神国完全的实现。所以我们在这七个比喻里面只要谈到天国，
你第一个落实的地方就是教会，然后以后目标完成的进入神属灵的国度，两个阶段。那我们宁可先把它拉到第一阶段，对我们来讲很具体，教会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在这里讲教会成长的过程，七个比喻就是教会成长的过程。撒种，这个第一个比喻。好，我们注意25节，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败子撒在麦子里。这个败子的比喻从哪里引出来的？仇敌，耶稣在这里暗示仇敌，仇敌撒出败子，败子是不好的坏的种子，有人说它是有毒的。如果它本来是麦田，麦子是麦田，那仇敌来撒出不好的，它不是麦子，它是有毒的破坏。所以在这里暗示谁撒出败子？仇敌。仇敌在耶稣后面解释36节以后解释魔鬼。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一个对立的立场，这些比喻里面都有对立，正的反的，好的坏的，正反。人生很多是正反，好坏，顺境逆境，对不对？好人坏人，简单来讲这样子，好信徒坏信徒，假先知真先知，很多对立的，好像无可奈何啊。你很平安然后不平安，顺境逆境，好像人生就是这种现象。那耶稣把这个局限在教会的成长过程，好种接受福音的种子，好仇敌趁人家睡觉失去警醒的时候把败子撒下去了。好，这是他整个过程，整个过程。到了26节，我们把这个经文看一下哈。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麦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这是他的整个内容。败子被撒下去，最先没有发现，被发现，因为它外表很像，败子跟麦子的外表很像，一直到最后成长吐穗了，这里讲长苗吐穗，长出来了，成熟了，才容易看见。所以可见说，这种败子隐身在麦子麦田当中不容易发现，因为它外表很像，真假很难判断。好像旧约时代假先知，他用先知的立场角色出现，可是他是假先知，跟真先知好像差不多都一样，奉神的名来传预言，外表都一样，真假难辨难分。今天也是一样，使徒时代也一样，真先知假先知很难分辨，外表都一样。那可怕的就是说，同样在这个 麦田里，我们要注意仇敌是把麦那个败子撒在麦田当中，所以那是破坏。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最具体，魔鬼把不好的东西丢到教会里面。好，我们看耶稣怎么解释这个比喻里面，第二个比喻跟第一个比喻那个种子有一点点不大一样，我们很容易把它连接，就是福音的种子，撒种就是福音的种子。我们看耶稣的解释，
三十七节，马太十三章三十七节，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啊，这里讲人子是耶稣了，撒好种的是人子。三十八节，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败子是恶者之子。啊，他这里都有对比的，好种已经不是讲福音。天国之子是接受天国福音的人，也就是信徒了。所以在第二个比喻，我们可以以这个角度来看，撒种的是人子耶稣，好种呢是天国之子，好信徒啦，是好信徒。那败子呢，恶者之子，因为撒败子的是仇敌。谁是基督徒的仇敌？是 谁是耶稣的敌人？魔鬼，对立的。所以在这里讲恶者之子，魔鬼的儿子。所以在这个比喻，我们要脱离，他已经跟第一个比喻更进步了。第一个比喻是福音，福音的种子撒在人心中，有的接受，有的成长，有的气节，那在这个呢比喻呢，他已经变成说成长了，然后这个是信徒，好信徒，坏信徒。所以我刚一开始说，这个范围已经不是开始讨论传福音对外人，不是，他已经进入这个羊圈，教会内部，让我们来提醒，所以这几个比喻他都可以抛出去以后，他延伸到最后世界末了。面笑那个也一样，芥菜种那个都差不多，都会谈到将来，可是他都会比前面 更进步更详细，所以在这里他就谈到这个圈内。我们在这里看耶稣就谈到一个仇敌，天国之子跟恶者之子他是对立的，可是如果按照败子被放在麦田当中呢，他是混在一起的，真假难辨，真假难辨。那我们会想，信徒怎么有人是魔鬼的儿子呢？我们一定这样想，就是会啊，就是会。当你睡着的时候，所以败子什么时候被丢进来的？工人睡着的时候，他可能太累了，可能失去警醒，反正在人不知不觉的时候，仇敌把这些不好东西丢进来，他不是硬塞一个坏人跑进来，不是，他可能是透过属灵的思想、观念、心思丢到信徒的心里，让你这个信徒成长以后，慢慢显出败子，因为他长大以后才会越明显。我的住家在罗东，我家门口就很多稻田。每次农夫插秧，现在都是用机器插秧的，很快。然后我看他 每一批插秧成长，然后吐穗，每次吐穗，我后来猛然发现，真的有些败子，它结果出来，而且它都会冒出头，很容易才看得出来，很清楚。还没吐穗的时候，你一看，哇，绿油油一片，都一样，很漂亮。可是当你吐穗了以后，不一样了。就要长到某个阶段才会判断，这个就是最危险。有一个圣经学者， 他在研究这一段圣经，我觉得他也很有意思，他讲的 更刺激了。他说最危险的人物最危险的人物是谁？就是这个败子，是教会里面的人呢，不是外面的。为什么讲最危险？因为他已经有败子的模式，如果只是外形，那 还简单，问题是他整个成为败子了，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成长过程，门徒听到这个比喻以后，因为这个比喻里面耶稣有说明，当时那些工人听主人这样讲，哇，败子，
有败子，仇敌做的，那怎么办？怎么办？所以我们刚刚还没有解释之前，我们已经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是真假、好坏，很多是混在一起，而且很难分辨，很难分辨。好，我们要集中到教会，教会的整个成长、酝酿过程、成长过程，一直到将来，也难免有这种现象。当然这不是我们乐见的，可是他偏偏就是魔鬼，因为他是耶稣的敌人，教会的敌人，他就是要来破坏，所以他会趁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来扰乱破坏。他有一个很可怕的破坏的方式，就是从你内部。所以有些人你看他在教会这个属灵的羊圈里面，可是他对教会本身不是很关心，他人到这里只要得到一些好处没关系，他可以来，你要他尽心竭力爱神爱人，做不到。他人在这里啊，他好像是边缘人，在这里面的边缘人，圈外人，那真的是很可怕。所以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看二十八节，那些仆人问主人，那怎么办？有败子在里面怎么办？要把它赶快薅出去吗？薅就是拔掉了，把它清除掉、整理掉，把它拔掉吗？二十九节，主人说：“不必，恐怕薅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仆人是说，那是不是要 马上把它拔掉？主人说不必要，你在拔的时候可能连根拔起会影响到麦子，你今天是拔坏的，可能会牵扯到一些好的，影响到好的。所以你看，我们可以你把这个应用到教会的一个，我们在带领教会的过程，或者牧养，或者栽培教的成长过程，有时候真的是这样，你要处理一些坏的，可能不小心你会影响到可能他的家族，或者影响到一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耶稣讲的时候说不必，不必，他也知道这是坏的，败子就是坏的了，不必马上处理，让他一起成长，留着让他一起成长，同步成长，不是说放纵，或者说没关系，不是，是爱心，恐怕影响到那些好的。他坏的总是坏的，到以后越成熟越清楚，结果子，言语行为越明显，坏的就是坏的，到最后呢，收割了，有收割的时候，所以留他一段时间。留一段时间，必定有收割。收割对我们来讲就是审判，审判到的时候两种结果啦，就是败子捆一捆掉到火里面烧，麦子呢收起来放到仓库里面，两种结果，永生跟永死，坏的就是永刑嘛，丢到火里面烧掉。所以不没有马上处理。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虽然有些教会有些规则，可以的话我们尽量简单来维持，有些很难去处理，就像这个麦子跟败子同处的时候，那耶稣已经只是一条路，没关系，先让他同步成长，不是说放纵他，时间到一定有时间到，一定会审判，而且那时候很清楚谁来审判，主人就是耶稣审判。那对我们今天信徒有一个很大的安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在耶稣的这个比喻里面，我们已经多少能够发现耶稣给我们今天的一个教会里面的生活、团体生活，以及我们在一起为教会努力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会碰到一些挫折、一些困难跟考验，那耶稣提醒我们怎么办？有爱心，也有公义。在这里面，如果我们撇开这些比喻故事的层面，我们就讲魔鬼的手段。如果我今天把它集中在魔鬼怎么样破坏教会，很简单的，第一个，它就是模仿，假的混成真的，败子丢到麦田，在长大的时候外表看都一样，模仿。我们在创世那个启示录，我们查考过的，大红龙、魔鬼、海兽、鹿兽，这是我们讲魔鬼的三位一体，表现的跟那是我们借用一般教会的讲法了，混合模仿耶稣的神性、神的作为，所以在启示录里面充满了这种模仿。那在耶稣所讲的很多比喻里面，很多假的假信徒会混在真的里面，所以模仿混杂。但是耶稣他为了某种原因，为了保护这些好的麦子，他可能会允许一段时间让它存在，同步成长。可是对这些麦子来讲呢，他必须等待，他必须等待，不必急着。所以我们看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仆人听说有败子，第一个反应要不要把它 耗掉，把它处理掉，第一个就是急着要处理掉。耶稣说不必，让它同步成长，恐怕影响到麦子，所以不必急着把它处理掉。但是要有这种观念，审判一定会到，审判一定会到。好，我们刚讲门徒问耶稣有关这个比喻里面败子的问题，我们看一下四十节，马太十三章四十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好，其实这一节是我今天真正的重点，也是我们在掌握败子的根本问题。我记得上个月来的时候跟大家谈那个收网，第七个那个收网的比喻，我们是用好鱼跟坏鱼做内容，题目是收网，好鱼坏鱼。如果我们要 按照比喻的内容，那今天讲这个就是麦子还是败子一样，两个，是真的还是假的，真假很难分，外表看很难分。所以我们今天信徒也不可以随便去批评别人说，你都是假信徒。不需要，真假耶稣知道，耶稣也谈过，彼得也谈过，不要随便去论断别人，这是在这个比喻里面给我们很多信仰生活的教训，很多知解，我没有把它特别引立出来。上个月来的时候，大同教会陈执事后来中午 吃饭，他跟我聊天，他在那个会议室那边，我们吃饭的时候他跟我聊天说，那这样子败子比喻跟收网比喻有什么不一样？收网的比喻比较偏向讲到最后结论，那在这里呢讲到中间成长过程，还有谁是败子，谁是败子。我们不一定讲别人，有时候我们也要反思自己，反思自己，为什么有败子？为什么今天魔鬼可以想办法让败子在教会里面这种麦田里面成长？为什么？他很难是说把一个东西丢进来，把一个坏人丢进来，很难。我在想，很多是透过我们的思想观念，当我们对教会、对耶稣、对很多信徒不满、嫉妒、记恨，
当我们的心思有一点没有保守的非常好的时候，那种念头有一点不正确的时候，魔鬼就容易趁虚而入，因为它是属灵的。属灵的东西啊，它可以穿越物质界，可以穿越物质界。耶稣复活以后，他曾经门徒在一个房子里面聚集，他突然间在房子里面显现，他是灵界灵体，灵体可以穿越物质界，魔鬼可以穿越我们的身体，可以进入我们脑袋，掌控你的思想。但是问题是，除非你的心思一念不正，不正。使徒行传第五章那个亚拿尼亚夫妻有没有变卖田产，然后拿来奉献，欺骗使徒说这是我们变卖田产的全部，要博得好名声。彼得被圣灵充满，一眼就看穿，说谎话。为什么你的心思不正呢？心思不正，魔鬼的念头进入，贪名声变成欺骗，连奉献这么神圣的一个举动，都为了让我自己得到世上的好处来欺骗，心思不正，所以当场死掉。两个夫妻都一样，一前一后。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警惕，就是说当你的心思念头不对的时候，魔鬼会趁虚而入。当你不满的时候，对教会很多不满，或者说对人啊，对长子很多不满，我们要小心啊，要小心。所以我们在讲这个败子的比喻，不一定是看都是看别人，有时候我们要反思自己。我想啊，所以耶稣的指导就是说，不必急着把那些败子拔掉，不必让它成长。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想，那我们要留意了，所以保罗讲，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啊。以弗所书四章，这一节可以补充的，四章二十七节，我们没有时间，所以我不再翻了。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为什么会留地步？就是你有些不满啊，嫉妒啦，扫罗曾经嫉妒。嫉妒大卫，魔鬼就进到他里面，因为嫉妒也是心思不正啊，魔鬼进来，他的举动就像画风一样啊。好，那我们在这里哈，耶稣本身有解释，四十一节，我们刚讲，从四十节先读。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这里讲到世界的末了，四十一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这个地方，耶稣有解释两种状况，这就是败子的特色。不然我们只是说，不好的东西很抽象，我们还是很难掌握。那至少耶稣给我们一个判断的可见的记号，两个。一切叫人跌倒的，只要是属于败子的那种信徒呢，那种人他就是第一个叫人跌倒，第二种作恶的，作恶的，两个特别的记号。叫人跌倒就是绊倒人的啦，好让拔斗的，害人家跌倒的。那耶稣曾经讲，这个世界有灾祸，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八章，十八章第七节，马太福音十八章第七节，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这里讲绊倒，叫人跌倒就是绊倒人。有关绊倒的道理，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讲很多事情，但是我们在这里就讲
把它局限在一个是你害人跌倒的这个角度来看，绊倒人的有灾祸，弟兄姐妹之间也是一样啊，虽然是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看一下罗马书，罗马书这里是保罗对这个绊倒人的事情啊，他勉励一个观念的哈。14章13节，罗马书的14章13节，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犯下绊脚跌人之物。这里是讲弟兄姐妹相处，原来我们在教会里面，既然是属灵的弟兄姐妹，经过道理的熏陶，圣灵的帮助，应该是和乐如同一家。可是事实上啊，并不像我们所理想的，所以耶稣讲这些比喻哈，它是非常实际，不是天马行空的理论。有人讲，所有的比喻里面哦，这个比喻非常扎实，非常贴切，最现实面的。只要你稍微体会，它不避讳，教会有它的缺点，教会有不好的人，有成为魔鬼之子的，耶稣都不忌讳的，他就直接讲。他如果不改变的话，他最后就是丢到火里面。所以有人形容这个拜子比喻，它是最最贴切、最现实面，也是如果说我们肯能够虚心来领受这些，重新来思考，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那这里是保罗对绊脚石的一个鼓励，弟兄姐妹之间不要背后论断，彼此批判，因为有时候会影响人。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也听过有些人啊，已经对教会灰心，某某人在我就不去，某某传道在我都不去那个教会了。不管什么原因啊，我们要求神帮助，不要成为别人亲近主的绊脚石或者阻碍，让人家在信仰上站不住，或者跟主疏远。所以耶稣对这个拜子本身，他做这两个解释。第一个，绊倒人的，我们不要成为绊倒人的。好，你想，我举几个圣经例子，我这两个特色，绊倒人的还有作恶的，我都举一些例子。第一个，看马太福音16章，这个我们会很意外。马太福音16章，这里竟然是讲彼得。马太福音16章26节，马太福音16章，对不起，23节，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哦，这里哈，外表看呢，彼得有点冤枉，他听说主耶稣要受难，他很爱惜主啊，他说：“主啊，这种事千万不要临到你身上。”耶稣责备他非常严厉，非常严厉，而且好像对着彼得骂魔鬼，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为什么哇彼得遭受这么大的责备呢？耶稣解释啊，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啊，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有时候啊，我们会认为我做这些事情的举动啊、言语啊，都是出于爱主。没错，彼得也是一样啊，出于爱主呢，可是他是用自己的想法，这会影响到 下一个特色。所以他被耶稣责备，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按照人的意思，所以他成为好像成为耶稣的绊脚石啊。耶稣要完成十架救恩，必定要经过这个十架的
苦难，彼得不知道。所以这一点最让我们混淆。我有时候我们为教会付出，我们会觉得说我付出很多心血计划，都是出于爱教会爱主，我觉得不够，你要再加上一点，好好祷告，好好祷告，深深思考你所去构思的这些是不是合神的旨意了，而不要只是出于自己的主自己的意思。有时候你出于自己的意思太多，完全忽略了神的意思，那这种现象会越来越普遍。因为今天是一个集思广益啊，然后资讯很发展的时代，我们要吸收各种的意见很多，往往我们太在乎人的资讯跟意见，我们就把耶稣的旨意抛到后面。所以我们所构思的很多教会的计划都是人的计划，而且危险是说都是出于爱主的态度，这一点我们要小心。那耶稣他就点出来，他责备彼得。其实彼得爱主他知道啊，可是耶稣责备他很严厉，你是绊我脚的。所以我们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好，我们再讲一个撒母耳记上第二章，这些我们都很熟的，我用今天用大家比较熟的圣经，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十七节，这里讲以利，撒母耳先知出现之前，小撒母耳先知出现之前，那个老祭司以利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我在这里讲这两个儿子，以利，以利的两个儿子，十七节，如此这两个少年人的罪在耶和华面前甚重了，因为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看下面小的字，或作他们使人厌弃给耶和华献祭，献祭是要到神面前，因为这两个儿子放纵过奢侈纵欲的生活，欺压老百姓得罪神，他们也算祭司，可是很矛盾，假公祭司，所以因为他们所作所为引起了很多百姓啊，不要亲近神了，不要献祭了，本来祭司工作是引导人更亲近神，结果他们让人更远离神，为什么？因为看他们的榜样啊，祭司都这样，那我何必再到神面前呢？成为别人亲近神的阻碍，成为阻碍，而且反而跟神更疏远，就是以利这两个孩子，这些不是神的选民吗？领导阶层，所以有关绊脚石的，我大概用两个例子，我们今天没有非常多的时间。犹大也是一样，十二门徒当中犹大出卖自己，出卖自己，嘿，把耶稣卖掉。耶稣讲犹大这个人不出生在世界更好，这是有关绊脚石。作恶的呢，第二个败子的第二个特色，耶稣那个耶稣讲的作恶的，我们通常讲作恶的好像已经做很多坏事，我们大概会这样讲，其实啊，没有那么简单啊，层次没有那么低了，他的层次是说，作为信徒，你凡事如果是为自己，在教会里面的生活，只是为自己，或者以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喜好来衡量一切，都是用你自己的来衡量、来判断、来做圣工，这些都像作恶的。以你自己做标准，就像耶稣责备彼得，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按照你的标准。那你今天如果是领导阶层，你所造成的影响层面多大？不光你一个人，
摩西亚伦，好，摩西我们先不谈，亚伦造金牛犊，有没有？出埃及记三十二章，摩西从西乃山上下来，因为神告诉他你快下山，山下已经出问题了，他下来，他看到那些百姓因为亚伦的纵容还有亚伦的帮助造金牛犊，他们在那边山脚下狂欢、哦、摩西看到责备亚伦，百姓向你做什么事情，你竟然让他们犯了这些大罪、哦、那是出埃及记三十二章金牛犊事件。亚伦是祭司呢，是领导者，只因为他的一个动作，应该是他的理念，他也怕得罪百姓，然后信仰上真假金牛犊，然后告诉百姓这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真神跟假神混在一起不行啊，他竟然纵容这些，所以摩西下来一看对他的责备，你让他们陷在这种大罪里面，如果他是一个领导者，领导众人走到错误，走到毁灭的这个范围里面，那就是作恶、哦、所以不是说你只是去做坏事。好，我们再看一个我就结束了哈。撒母耳记上这里讲扫罗王啊，撒母耳记上十四章二十四节啊，十四章二十四节，你就记一四二四，我自己都是这样记的哈，一四二四，二十四节，十四章有一个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战争，哦，那因为扫罗的儿子约拿单很勇敢嘛，后来去打败敌人，造成他们这一面就得胜。我们看二十四节。扫罗叫百姓起誓说，还不等到晚上，向敌人报完了仇，吃什么的必受咒诅，因此这日百姓没有吃什么，就举起困备。好，这里是扫罗下命令。如果我们把战争分成两大阶段，第一大阶段就是约拿单，他相信神的帮助，他很勇敢，他跟他的助手两个人跑到敌人的营盘那边、啊、开始去攻击，他们造成了第一波胜利、啊、然后影响到很多他们的同胞就起来，那因为得胜的欢呼声很大，扫罗本来很害怕，他听到这种声音后来知道、哎、他们这边已经开始呈现逆转情况，对他们有利，他就赶快下命令想趁胜直追，问题是这是一个愚蠢的命令，他是君王，是领导者，带领全军的、哦，他的基本的目标不错，要趁胜直追，问题是你打仗要有体力啊，他竟然说今天没有打胜仗不可以吃东西，那些兵士都没有体力啊，不该下这种命令、哦、乱下命令，他是领导者，最一国的最高领导者下错命令、哦、当然后来是最后是神的保守，整个结论他们还是得胜，可是造成一个光景，他这个领导不对，这就是作恶了。如果你今天只是自己，那还可以谈，你今天造成全国，你的领导造成全国这些 军兵都受影响，如果不是神的怜悯，那情况又不一样，那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耶稣对这个拜子他有提出两个特色，可以让我们有一个掌握，第一个就是绊倒人，第二个你我们把它更具体，从作恶的不单是做坏事情，你把它引申到你不可以凡事都用自己自我的标准喜好主张价值观来引导弟兄姐妹或者教会的事工，如果你这样走错路，会影响到教会的有些的事工受更大的亏损，因此耶稣在谈那个拜子的比喻的时候，他最后他就是强调回到源头，时间到，世界末了，
败子会被选出来，丢到火里面焚烧。那义人呢，要更发光，还是两种结果。所以我想早上用这一段跟大家一起来重新来思考，回到耶稣讲的，凡是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的国。我们不要只停留在称呼主啊的信徒的阶段，我要更能够更长进，心思意念都遵从主的旨意。人生的道路有时候难免碰到挫折，碰到彷徨，或者一些人会影响到我们的立场，但是求神保守。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神的时间到，审判必定分明，神一定会审判好坏善恶是非，一定很清楚。那我们只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自己也思考，我到底是麦子还是败子。好，我们早上就讲到这里，来唱诗157首。